三星旗舰机 S5 开卖，22,900元起。韩国电子大厂三星昨天正式在台开卖新一代旗舰机王 Galaxy S5， 搭载最新 Android 4.4 作业系统，5.1寸 Full HD 萤幕，内建 2.5GHz 四核心处理器。那我手上的这一台就是我们的 Galaxy S5 的金色版。从外观先介绍起，各位可以发现，它除了背盖是金色之外，它连边框的部分也是金色的。除此之外，还保有消费者可以更换电池的一个功能，所以背盖的部分是可拆卸。S5 具备指纹扫描与心跳侦测功能，同时支援 4G LTE 高速上网。然后主相机的部分的话是1600万画素，然后下面有闪光灯，还有我们的心跳侦测的感应器，前方是200万的相机画素。在台北开卖现场吸引不少三星迷抢购。我觉得它重量很轻，而且它颜色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它这次好像是强调防尘防水的功能，而且它有搭配那个运动手表，因为我平常有运动习惯，所以我会想说要一起，到时候可能要一起购买手表等。S5 16GB 版单机售价22,900元，32GB 版23,900元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